不然这个，请问这个芳香剂有什么好处？这个，然后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精油透过这样子的震荡，嗯，把芳香分子带到大面积的空气当中，让我们的身体、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。嗯，例如精油，它可以消除我们的比较疲累的血管，还有疲累的心情。嗯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咯，滴一声，然后它的烟会出来。哦，它的烟会出来。然后它会加个量。其实它在晚上做使用很好用。晚上有什么好处？因为它在你可以选择比较帮助睡眠，薰衣草加柠檬，柠檬或者薰衣草加甜橙，可以帮助睡眠。然后小朋友其实会比较安定，比较好入睡。嗯，都可以体验看看哦。我们是精油公司，哦，然后也是生意生计。